买回来不是红烧就是清炖，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五花肉加料酒、生抽一大勺，烤肉料一勺，淀粉抓拌均匀，油热下五花肉，小火慢煎，煎至三面金黄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太香了，喜欢的赶紧试一下吧。红烧肉怎么做才能肥而不腻，好看又好吃呢？今天我来教会你。五花肉卤水下锅，加入葱姜料酒焯水捞出，一汤炒出棕色，下五花肉翻炒上色，加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翻拌出水，适量清酒，两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后盖中小火炖40分钟，加入鹌鹑蛋88粒盐，再煮5分钟后大火收干汤汁，两样入味，非常好吃。蔬菜蛋炒制到外面吃着就有了，今天上去你配饭，吃不错，食物卫生，又清又出彩。加料酒、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辣椒粉、姜丝，将鱼腌制30分钟，加上淀粉和鸡蛋液，在火上面包开，等成油温下锅到3分钟左右即可。半分里面，好吃好吃。按理来客做一道这样的菜非常好吃，一端上桌就被抢光了，还得铺上金针菇，不可惜。再铺一层金针菇，下面再加入2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盐和白糖，淋上滚烫热油，蒜泥铺在金针菇上面，水开蒸6分钟，撒上葱花，淋上蒸鱼豉油，浇上肉油就可以了。很多人鸡肉买回来不是红烧就是清炖，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三黄鸡加1包盐及鸡粉和花生油，重新将盐腌制20分钟入味，用饭包底铺葱姜、红枣、枸杞，放入腌制好的鸡，倒入盐老汁，再放盖子煮3至5分钟。鸡肉这样做，要是不好吃，带上你的鸡来我家吃饭。美的小姐姐不想吃奶油蛋糕的，那就做一个冰凉爽口的水果蛋糕吧。纯牛奶一瓶，白糖20克，白凉粉20克，小火煮开，倒入蛋糕模具放凉，另起锅加300毫升水，30克白糖，30克白凉粉，小火煮开，牛奶凝固后放上芒果粒，再倒入凉粉水放凉，凝固后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。知道为什么白火龙果比红火龙果贵吗？因为红火龙果花青素含量更高，这里倒了1把生水，30克糖，10克白凉粉，一起搅拌煮开，放入火龙果，到碗里放凉冷却，就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果冻了。不用做复杂手续，妈妈们更放心。家孩子要是没食欲，试试这个电饭煲煮鸡腿，好吃又开胃，鸡腿两面打花刀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奥尔良腌料，搅匀腌制30分钟，锅底铺上葱姜，下腌好的鸡腿，加5大勺水，让煮饭渐焖30分钟即可，孩子都挺着吃。这是我从小就爱吃的电饭煲排骨，简单美味又下饭，15元1斤的排骨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奥尔良腌料，加匀腌制30分钟，锅底铺上葱姜，放腌好的排骨，加3勺水，按煮饭渐焖熟即可，两样入味，太好吃了。看你弄得又香又脆的大鸡排，原来是这样做的。鸡胸肉被蛋切开，用刀背拍几下，放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辣椒粉、胡椒粉、葱姜腌制15分钟，裹上淀粉，加上鸡蛋液，在火上面包开，热成油温下锅架，小火慢炸5分钟捞出，一次鸡一刀，挖出火药备用。鸡蛋、白糖、牛奶搅拌，倒入橙子里，盖上盖子，水开计时蒸10分钟。橙香牛奶布丁完成。把午餐肉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在锅上直接煎香。今天出去野餐的第一道小菜我们就搞定了，肉片在午餐肉罐头铺底，上面再盖上一层软糯的紫米，压实取出，盖上海苔，午餐肉饭团搞定。把面包片直接擀平，垫在刷奶油的不锈钢锅上面，再刷上一层厚厚的披萨酱，撒上彩椒，摆上高品质的黑胡椒，铺上培根和马苏里拉芝士，转入烤箱220度15分钟，不用揉面团的大家子跟鸡掌搞定。 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. How are you doing? Ready?
勺子上放油锅里炸至金黄，一个酥脆的美食容器，你们吃过吧？三，人家用勺子来去瓤，手不辣还很干净。四，把易拉罐的盖子去掉，再把底部像这样开的小口，这样旋转切出来的黄瓜，大厨看了都觉得完美。当你来客人的时候，这些老盘技巧要听到心机。一，能知道冰在底部只缺两刀，在中间插点洋葱，轻轻一转，一朵葱花出世。二，将黄瓜横切成半圆，切去底部，后来切成小段，再用洋葱穿插黄瓜一侧，随意扭动，旋转黄瓜塔就做好了。三，黄瓜只缺一刀，再将中间切开，把黄瓜摆成心形，再切三层。摆上配菜，一个爱心拼盘就完成了。